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七男兽。今天呢，很荣幸的被这个噔噔举办单集给邀请去他们的 fashion show 跟慈善晚会。所以这里是工大，然后这里是最近刚开的那个游乐场，好像要变成我们槟城的一个地标。哦，我已经到了，但是我爸比较远一点，五点都还没有到，就很多人已经到了，而且都是盛装出席。我在想要不要带雨伞去。各位，其实我刚才查了天气预测，还是拿雨伞会比较好。哎呦，对哦，我要放放冰耶，我去放一个小时。所以今天是2019年11月16号，也听说过后就不会用这张了，我先搁先吧。The Majesty 听说这里以前是个戏院来的，所以它重新装修过呢，变成剧院，特色很明显，就是黑白，黑白为主。好久没有喝酒了，其实。来，这位是我很久很久很久的朋友了，李林。李牛啊！活动差不多了，音乐要放了，还剩五分钟，活动就开始了。Making a fantastic attempt for tonight's show.